传说中有三个光棍，他去找到对象，未来世界就会毁灭。巴拉蜜，第一个光棍就是他，愚公。愚公，你这样怎么挖得完呢？我虽然挖不完，可我的儿孙无穷尽呐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哎呀，锄头都挖坏了，这是个棍儿了。哎，以后就叫你光棍吧。没错，这乃光棍起源，太行山不挖土会改变未来地球气象，所以必须给他找到对象。大哥，你一个人挖，这些石头运哪去啊？精卫填海需要石头，这些石头我都留给他。你给我送了十年石头，我以为吧，真的。精卫，好了，你们立即结婚。第二位是他，哥哥，大千世界我只认你一个神，那就是你的眼神。可是我两眼无神，不是来下棋的吗？快走啊！休得无礼！那个唐僧宇宙第一，如果他取得真经就会毁天灭地，在女儿国拖住他是唯一的机会。哎，既然你去意已留，这盘棋我就不让你了。神之一手，世上从来没有人能赢我。不行，你陪我下到赢为止。嘿嘿嘿，我只有十的一把七十七八九十把，都是七下九的再下一把脸，再下一个。最后一个光棍就是你的祖先，还要去西域古城寻找公主为妻，你要帮他。只有龙，没有公主。可是你就是我的公主啊。